片的原因。罗伯逊，快到无名镇了，准备一下吧。知道了，快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内急呀！我也要去。听说镇上的王富贵啊，可是这一带最有钱的人呢。哦，那得狠狠捞一票喽！哎呦，砸到鞋子了！哎呀，不得了啊！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大的。王老板呐，哎，这个夜明珠少说也值100两黄金呢。我说赵大爷啊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你也知道这几年日子难过，没有人有闲情逸致在玩这些东西啊。哎，那王老板，您说值多少呢？30两吧。除了我，恐怕没有人出得起这个价。这可是我的传家之宝，喂，求您再多出一点吧。啊，好吧，好人做到此啊，不要拉倒。哎呀，谁叫我学人做买卖，夜亏亏了那么多呢。老爷，不好喽！哎呀，哎呦，叫这么大声干什么呀你？上来了个洋人，听说要高价收购无名镇最珍贵的宝贝。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可是人家跟我们抢生意呀。抢生意，我看是发财的好机会呢。哎，师兄，你看是洋人呢。哎，好久没有看到洋人来镇上了，我们过去看一下嘛，师兄。欢喜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走吧。啊，罗伯逊先生在他家乡可是皇族呀，你们怎么进那些破烂的玩意儿呢？洋人怎么会取名叫萝卜呢？不可无理。如果有任何值钱的宝物，罗伯逊先生绝对会高价收购的。在这儿能找到好东西吗？这位大爷的意思是，您有了？这是当然的，不过要请两位到我店里去坐坐。那就走吧。你说什么？洋人用100两黄金向王员外买了颗夜明珠啊？是啊，而且洋人说呀，没带那么多黄金，后来用只表抵了90两。听说那只表啊，价值200两呢。青青他一定也很高兴。祥和啊，你快把这个东西呢拿给王员外，看是否还来得及，并且对他说，这东西是以前一位西洋传教士送给我师父的。那位传教士他跟我们说，虽然东西不值钱，但却是一种纪念。哦，是一种纪念呐。师父，您怎么会认为王员外被骗了呢？啊，贪心的人呐，本来就容易受骗呐。这仔细看看，还的确是有点不太一样啊。被人骗了，有时是小事，人最可怜的就是自己骗自己了。阿福，快把那两个骗子给我追回来，快一点！只有放弃虚妄、贪图，以真心待人，才能不骗人，也不被骗呐。夜明珠，放我这比较安全呢，放我这儿。我不相信你。哎哎，假的，假的。找寻快乐。
欢喜，你一直这样跳来跳去的，待会儿下山的时候腿可是会很酸的哦。嗯，哇哦！啊！哇！哦！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嘞，原来是独角仙呐！好可爱哟！哇，火终于升起来了。欢喜，祥和，摘的差不多了，我们上凉亭吧。是。师兄，好了。季节转换的时候呢，都是这样的。祥和，欢喜，快进到凉亭里边来吧。看来这下没得吃了。小心淋湿了，让他多玩一会儿吧。师父、师兄，你们看我的伞漂不漂亮啊？有的时候我真羡慕欢喜，总是能够这么的快乐。哦，那你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常常听人家说，在争夺名利、追求情爱的时候，好像能够得到一时的快乐，但又不是完全的快乐。其实呢，真正的快乐是在自己的心。自己的心。也许你会觉得雨中飞鸟没有遮蔽的地方很可怜，但是能够在天空翱翔才是他们的快乐啊。你看大家东奔西跑，忙碌不堪，有的人觉得苦，但也有人觉得自己在造福人群，广结善缘，所以快乐啊。而你信佛修行，快不快乐呢？雨停了。独角仙飞走了，哇，飞得好高哦！得到了会快乐，失去了也可以欢喜啊！啊，你们看，哇，好美的彩虹哦！不管雨下得再大再久，总有放晴的时候啊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师父、师兄，我肚子好饿哦。好，那我们下山吧啊。师兄，师兄，等一下。我腿好酸又好饿哦，你可以背我吗？好吧。欢喜睡着了。香菇真香，下次要找更多来搞。师父，那么人生的快乐到底要到哪里去找呢？其实啊，信仰里有快乐，修行里有快乐，服务里有快乐，静心里也有快乐，只要有心，处处都有快乐。放下与拿开。不要啊，你们快逃啊。是小云姐，小云姐，
怎么了？你不高兴啊？没有，我没事。是不是李大叔他又……李大叔他怎么了？每年这个时候，特别是雷雨交加的夜晚，我爹的情绪都会特别的激动。为什么呢？我也不清楚，他只说是军中的事。李大叔以前是军人呐，那他……李大叔他是个好人，我想他会没事的。嗯。坐下。爹，什么事啊？今天是你16岁的生日，有些事你该知道了。啊？这是你爹娘留给你的。15年前，我被派去打土匪，后来受了重伤，被一对好心的夫妇，也就是你的爹娘给救了。不久，土匪找上门来。我一心只想消灭他，却忘了还有无辜的人。等到恢复宁静，才惊觉你爹娘已在枪战中丧生。原本我想以死谢罪，但听到你的哭声，才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。所以，是我害死了你爹娘。师兄，想一想，真不公平哎！为什么师兄们的衣服都要我们两个来洗呀？师兄们要下田耕作啊，从早到晚很辛苦的。嗯，如果老想这些的话，你会越洗越累的哦。嗯，越洗越累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心原来就像这流水一样顺畅无碍，如果有件事挂在心里，就像这水被石子挡住了，你说该怎么办呢？离开不就好了？对呀，你说的一点也没错，心里烦恼的事也是一样，要通通拿开。但是如果只拿一些，时间久了还是会塞住的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所以要全部拿开。可是心里想的事哪有那么容易拿开呀？所以要学佛学智慧啊，慢慢训练拿开心中的石头。心里烦恼的事也是一样，要通通拿开。所以我们要学佛学智慧啊，慢慢训练拿开心中的石头。李施主啊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大师又上山采药啊？啊，好重啊！是啊，这一次呢采的特别多，好重啊，尤其背了这么久，感觉更重。可是呢，一旦放下了，才能这么自在呀。一旦放下了，才能这么自在呀。谢谢大师。小云，小云，爹，再等一会儿就能吃饭喽。小云，我想人生有很多事我们不能控制，但我知道，以前您是我爹，现在是，以后永远也是。欢喜，还想走？